에보가 나오시더라고요. 大家分享。잠시만요。예，一个人一个人。나오셔가지고이제自发的말씀을하시겠는데，자특별히이번첫순서는첫시작은第一个时间。83기신부름꾼어제뽑으셨죠？八十三期的我们的同窗会长呢，首先他为我们写了一篇诗，朗诵这首诗，然后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课啊。안녕하십니까？大家好。83기신부름꾼입니다我是八十三期为大家服务的。회장이아니고신부不是会长，我是大家的仆人。제가那么그시를씁니다시를쓰는데我平时写一写诗。이번시는특별하게今天这首诗呢是저한테이런시를쓰라는그신부름을시키신분이계십니다아有一位그래서그분의让我写这个诗的，给我临场的。제가성신껏썼고이상박사님께서또감수해주셨고그래서시를씁니다시내용은대체적으로8박9일에우리들의그지난일을지난경리와깨우침을내용과우리학교의课程呢이렇게做了一个요약하는感怀이렇게그런방향으로시를썼습니다그래서일종의목적시가되겠고요也是一个。그다음에이제제가낭송을하는데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呢，저희들의시간입니다从现在开始是我的时间。그래서여러분들시낭송하시면서在诗朗诵的时候，그대목에서나한테如果你们有一种感动的时候，또나한테뭔가对我有所触动的时候，어떤생기가있는그런대목을나오면的时候呢，서슴치말고지금도우리시간이니까요你们서슴치말고박수치거나소리를지르시거나欢呼，우시거나或者哭。그여러분의아주좋은시간을不要정말抑制自己的感情，要尽情的发泄。우리의发泄自己的感情让我们把这个时间上装点的更加美好。我们一块儿来分享这段时光。낭송하면서주의시간을갖도록하겠습니다请允许我向大家朗诵这首诗。당신，您是我们爱的楷模。본보기바로당신이십니다终于认识了보내신분은是您用오직하나의진리로모든것을창조하신당신께서万物归元아파서목말라울고헤매는나를是您眷顾了痛苦呻吟사랑이본보기로선택하시오医治我拯救我찬란한아침햇살이阳光한상에照亮我무지개뜨는동산让我的生命充满사랑으로가득찬생기발전소오대산이상구박사뉴스타트센터로像一个박수한번치시죠당신이선택하셔서우리를보내셨습니다무한한초능력으로진선미의참사랑의뜻을듬뿍담고창조하신인간생명의원리는인간의몸은살덩어리가아닌유전자가염기서열로이루어진글자덩어리로장난감처럼교묘하게조립되어있는신미를비로소알게하였습니다거룩한뜻을전혀모르고어리석게타락하여죄속에빠져망나니처럼몸을함부로하여유전자변질로망가져버린찌그러진정신과육신이뉴스타트를인프라로바닥을깔고당신의뜻에따라생기주사를꼽으면망가진유전자는사랑을먹고뜻에반응하여인파구가정상으로생생하게회복되어장난감을제자리에갖다놓듯이
간단하고 쉽게 원상복귀 되는 오묘함을 비로소 깨우치게 하여 주셨습니다. 我终于明白了，生命在您的手里是这种美妙。你修复一切，면역체가生命在흩어져줄줄새는몸을걸레만닦아넣던나에게당신의거룩한빛을쪼이고생명유지프로그램으로활성산소를바른표로돌리고티인파구를왕성케하여세포를재생원상태로회복근본적으로수도꼭지를고치는치유원리를그림으로알게하여주셨습니다当您治愈的光线照耀在我们的心头，我们的秩序被激活，生命的秩序被激活，自由基不再走死亡的道路，이제反而成为당신의사랑이펌프이되어体里把重新恢复了活力，标本兼治的功效立刻彰显在我们身上，在你里面重新找回了真生命。真道路，我们现在愿意效仿您，效仿您的大爱，放下我们所有的尘世的重担，我们也明白您的伟大的生命之意，像大鹏展翅一样飞翔在您的世界，我们愿心怀您的意念，让我们的生活像一朵真善美的鲜花一样绽开，愿在您的生命道路上与您并肩同进。还需要什么言语呢？还需要什么表情吗？您已经体察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念，我们这些心怀恶念满身疮痍的人，您岂能不眷顾啊？这股和平安详的风吹拂着我们的心灵，求你用你的炭火洗净赦免我们的罪，在你面前我们愿钻气至柔，像一个婴儿一样，不再有什么体面，不再有什么隔膜，就像跟着母亲跟着爸爸到处玩耍的孩童一样，心里不再有阴影，充满的是满心的喜悦。我们愿用我们的身心效法您的大爱，让我们真的能够返璞归真，在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中来完成您赋予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无论在哪里用我们的生命为您做见证，为那些在死亡中沉沦的人传递生命的信息，把您的荣耀，把您的大能通过我们的喜悦与感激彰显出来，求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啊，真不愧是我们的大诗人是吧？啊，把这几天的我们的感怀呢，啊，都用这首诗已经给我们概括了是吧？这是你们都已经拿到了是吧？当你们心里累的时候，你们出来再读读这首诗，希望能成为你们的勇气。你朝先生，你朱先生，我是胃癌晚期胃癌，
但是一点都没有害怕。明白了新鲜生命原理以后呢，尽管出发晚了，但是我要勤能捕捉，要大步大步大踏步向前的我的妻子呢，我为她感谢上帝。嗯，我站在大家面前有两个理由。第一呢，我和大家呢通过这段时间的课程以后呢，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哈。在分别之前呢，因为我的妻子呢在我的妻子呢还没有气力站在大家面前，所以呢我替我的妻子在这里讲两句，讲讲她今后的这种决心。我在这里感受到的呢，就是有很多，但是我可以用一句话讲一讲。我们肯定，我们可以恢复的，这种原理已经在我们身体里面。但是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肯定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个逆水行舟的过程。只要自己被死亡的信气息笼罩的时候，念头笼罩的时候，我们要把持这种生命的念头不屈不挠的向着生命挺进能够摆脱死亡的念头，让我们的心里呢充满喜悦与平安所以我们夫妻俩呢用这首歌呢代表我们的决心。大家好，本来我应该放下面子呢，但是好像我还没完全放下面子。我要遵从，李博士给我们讲的课，根据这个生命的原则呢，过今后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呢，晚期胃癌是吧？当我被诊断为晚期胃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并没有惊慌，跟别人比呢，我一点都没有惊慌失措，是吧？但我很懂，因为我这一辈子走的道路是和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道路，根本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我的脑子里呢满脑子唯物论是吧，我这样决心呢有我自己的原因。20岁出头的时候呢觉得人生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吧，这个虚无的人生当中所以做了很多的苦恼的斗争，也去过教会，但是在教会里我也没有提到没有得到平安是吧，也去过这个进食祷告的集会，在那里呢我也没有得到平安因为我当时心里充满了骄傲是吧，耶稣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有人问我的时候是说我不相信这些十字架，那么2000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承认这个十字架和我有关系，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时呢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很非常自私的人，但是我没有敞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的人生呢一直在走下坡路是吧，从这20年的生活我走的什么道路我自己心里最有数，所以通过李博士所讲的这些课呢这20年我走的尽管我很努力，但是却是南辕北辙，走的是死亡的道路那么那发病2个月以前我还是不折不扣的相信我的生活信条，但是我来到这里明白了新鲜生命原则以后我才知道我自己走的是
一条错误的道路啊。刚才我讲的啊，我对人生啊啊，我觉得只要我每天每天过充实的生活，哪一天死都是无所谓的，对死亡非常淡漠。但是呢，但是我有一个孩子，才不到两岁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拖累我，让我舍不得离开这个人世，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以为他是偶然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并没有期待，是吧？这是，我们吃了奶奶给了一亩草吃了以后，得了这个孩子。但我来到这里以后，才明白了这个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留给我的一点生机。所以呢，上期我参加过这个讲座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啊！我要努力的去生活，为了孩子，为了我的丈夫。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信心不够，是吧？我觉得上帝，有时候觉得上帝在帮助我，有时候又感觉不到这种帮助。但是这次我来，我真的切身感觉到了。我终于明白了，我这样努力去否认的十字架的道呢，我终于明白了。凌晨我起床自己祷告，想着我的孩子，一边祷告一边落泪。我重新感受到了十字架的真意。今后呢，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为人类还有为我付出了牺牲的大爱呢，我要更加深刻的去领悟它。就是回到家里以后呢，我要用更坚决的意志，再重新找回我的生命啊！我希望大家和我一块加油。我们一块祷告。当死亡的念头抢占我们的心头的时候，让我用生命的念头来克服它，战胜它，驱赶它，亲它一下好吗？七八十年代当时民主运动的时候，在军事独裁时期，这些为人权而战的这些人们喜欢唱的一首歌，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瞬间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死亡的疾病的独裁下，我们无法喘息，我们要用生命的力量不断地和他们抗争，和这个势力抗争，是吧？所以呢，我要唱一首歌曲，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同志》。同志哥，大家高举右手，是吧？要和这个死亡的敌人战斗的这种心情去唱这首歌啊。向上帝传达我们的意志，是吧？求他的帮助。突见，斗争。尽管寒风凛冽，尽管压迫这样的强烈，但是我们一定会战胜，让我们凝聚力量，战胜这个邪恶的势力。尽管有苦痛苦，尽管寒风凛冽，但是我们内心充满热情，充满对生命的热情，爱，永远的爱，支撑不渝的爱。我们这些患难的朋友们，让我们为了永远的爱你是我们永远的帮助，在我们人世的道路上，即便我们先倒下，
但是这生命的意志最终将笑在最后，最终将获胜，直到我们生命真正获得自由的那天。当我们真正被治愈的那一天，我们要和死亡的势力不断的战斗，不断的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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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生命最后的栖息那一瞬间，爱，永远的爱，爱，直到我们生命最后的那瞬间，让我们相爱，让我们一同获胜。你们在听课的时候看到过那只母鼹鼠的故事了吧？我们没有时间了啊，大家要自告奋勇，好吧？啊，大家好。这是不冷不冷，不冷不热，鲜花盛开的这个五月，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块儿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啊，我真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引领。我是晚期肺癌所以呢呼吸不畅，大家请多原谅。我2002年呢患的是直肠癌，2年10个月以后呢转移到了肺，做了3次大手术，大概6个月的这个抗癌治疗以后呢，也接受了放射治疗。来到这里，我所感受的呢，我定好了死亡的目标，然后5年呢一直在向死亡迈进啊。那么李博士所讲的和我所体验的是一点都不假啊。那么做了3次大手术，经过了这个抗癌治疗，但是最终还是什么晚期肺癌，医院已经拿我没治了，是吧？我在釜山生活了20多年，在汉城生活了10多年。在釜山呢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夫有一位张教授，医学博士，是吧？他是这个信上帝的人，他一生为人服务啊。93年当时我还健康，我听过他做报告，他在讲台上讲什么，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像有点不适，为了做切片检查呢，我已经做好了这个一些准备。他说我心里呢一点都没有恐惧。他说他讲的最重要的是癌症啊，从医学的角度呢能够克服虽然重要，但是得癌症的患者本人呢要从更高境界的信仰去战胜它才是力量，用信心战胜癌症。当时张博士这样讲，靠医学的发达能够战胜癌症，当时我能接受，但是后边张博士所说的用信心战胜疾病，当时我没有理解。现在我通过李博士的课以后呢，我觉得张博士和李博士对上帝的看法是相同的。那么有的路在人看来是好的，但是毕竟是走向死亡的道路因为我这一生呢一直是在迈向死亡的道路，骄傲自私拒绝上帝的爱走了这样的道路今后呢大家呢在这里病好不好对我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是我终于明白了上帝的道，上帝的爱，今后呢我要按照上帝的道去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我希望我们大家呢一块共勉共助，
那么一起走生命的道路，走上帝带领我们的道路。哦，我们岳先生终于挑头了是吧？啊，那么希望岳先生今后也幸福。我是陪同我太太来的，就是我的太太呢，和跟大家的比，跟大家比处境也没什么两样。她患病已经从91年开始，做过手术是吧？期间的这个曲折啊，可能讲一天也讲不完。讲一天，从91年已经16、17年一直在和病魔作斗，在痛苦中间啊。其实有几位和我一样和这个陪同患者一块来的人哈，所以说陪同患者的家人呢，可能也很累，是吧？那么这种痛苦也是难言的。伺候家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啊，16、17年伺候伺候丈夫，其实也是很渺茫的是吧？缺乏这个信心和勇气。年轻的时候呢凭着一股血气还能做得到，16、17年以后已经就是我本身呢也没有什么欲望了。我相信大家不会像我一样哈，但是我已有点心灰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患者本人呢？应该听旁边这个照顾他的人的话哈，但是患者呢？身体稍微好一点的话，就容易懈怠，容易骄傲，食物也可以放纵了。这个2年前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和脑部了，那么这个痛苦啊，患者和我痛苦，孩子们呢他们其实感受不到，他们都结婚成家立业了，但是和这个病人息息相伴的伴侣啊，就是老伴儿啊，才是分享痛苦的人是吧？靠孩子，靠什么儿子儿媳妇，是不是你们别指望是吧？他们来看你们一眼，其实也没有什么触动和我照顾我的太太的这种关系呢是天壤之别。从2年前开始癌症复发以后那么以前治疗的呢已经沾了点光，但是从那时起呢身体恢复了很多所以什么这个聚会旅游饮食就不节制了。性格上总是牺牲自己，迁就别人的性格。他不想他的性格，我太太的性格就是不想麻烦别人是吧？不想搞特殊化，所以呢，这个饮食就跟着人家一块儿吃，但是你呢是病人，你不应该吃人家能吃的东西是吧？应该节制，但是一两次以后，那么你的人生你自己去选择，我也管不了你了。你不听我的是吧？那我也管不了你。慢慢，我也怎么样？你自己病你自己照样办，所以我也向后退了一步。那么，这次
身体有点不适，我说你做个检查吧。啊，那么患者呢，他害怕去医院是吧？啊，他们已经被医院搞得这个身心憔悴，所以看到医院的就打怵，心里发怵，身体感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去医院，迫不得已去医院。那么去以后，这个肝脏啊，还有这个脑里啊，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是吧？啊，那么这些所有的数值呢也非常不好。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拿着医院的诊断书回来，我听了太太的讲述以后呢，我的心情啊，真是难受的要。那么我太太走了的话，那我决然一生怎么活下去是吧？留下孩子。撇下我一个人，他撒手走了，那我怎么活？我感到很伤心。那这次呢？这次我呢？就是没有这种感情啊。啊，你这样生活，你自食其果，我也没力气来再帮助你了。啊，我心里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放弃。这次，我太太说啊，非得要我一块儿去，我不想去，你不听我的，我啊，那么李博士说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得去听是吧？和我没关系。那么我的太太呢？啊，就说因为你不听我的，所以我也不听你的，所以我就不想来。但是我太太说，说预约好了以后呢？啊，然后就说我取消预约了呢，那么我就回过头来对我太太说，心里自己思量，啊，现在没几天活头了，最后我要就当最后再成全他一次，我太太一次，然后呢一起来到这里啊。一起来到这里，一起来到这里以后呢，啊，我就像我太太了解我一样，我在那里什么讲课啊，什么搞讲座啊，我这个性格不是能长时间坐在那儿听课的讲课啊，坐不住的人，即便讲的内容再好啊，可能因为我属马吧，坐不住啊。但是到这儿以后，我太太可能也吃了一惊，因为我比我太太都先来到课堂上，啊，那么我为了这个真的领悟呢，从头至尾我这是认真听讲啊。过了两天以后呢，我才明白我自己来到这里真是一大幸运啊。其实我呢，我太太91年开始。做完乳腺手术以后，开始信佛，我们家全家信佛，但是我是也不去拜佛是吧？是带着孩子们去寺庙拜佛，啊，就皈依佛门了，91年呢，那么91年是我，当时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却把我太太领到了教会。为什么？她做完手术以后啊，康复以后，当时我都不信上帝，但是我们都是分房睡的哈，一块儿同床睡，37年啊没有想离开过。但是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梦是吧，啊，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啊，我太太被钉在十字架，然后从他的手上
啊，掉血，滋流鲜血。所以做了这个梦以后呢，我就把我太太带到了教会。嗯，因为他的全家都是佛教，信佛，所以他一个人信去教会呢很难。所以你对，你们的，什么这个，嫂子啊，是这个佛教界的有头有脸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也救不了你，你要信上帝。啊，剩下的事都交给我，谁说什么由我承担，那么你自己要相信上帝。所以我把太太带到上帝面前，什么教这个乐意圈啊，教那个乐意圈啊，在教会都是让我交钱，上面写个便条，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信什么，啊，不交也不行，交也不是，不交也不是，是吧？这心理负担就非常大。啊，当他健康以后，啊，有教会的长老啊，有的人比较有人缘，有的人没有人缘。你去教会，我不去，我就不去了。那么两天多的没去教会，也不知是这个引起的还是怎么的。但是最后的人生，我也是最后的为我太太做奉献，那么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大家做祷告。只要我自己能做到的，我要尽量去照顾我的太太，直到。活到最后那一天，我们要全力以赴。这不是最后的服务，这才开始，是吧？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幸福。大家都有心里话要讲，是吧？面子应该早就丢进垃圾箱里了，是吧？要我点名吗？大家要放得开，是吧？83期有很多人要有话讲，是吧？我李先生肯定有一肚子话，是吧？掌声。我们时间有限啊，你们不要后悔。我简短说两句啊，你们准备吧。我真的，我心中的这种喜悦啊，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些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但是我心里没有惧怕啊。那些曾经阻挠我来到这里的那些人，但是我不怕。说那些劳苦担当住的人啊，你们都来到我这里，我们在这里，在上帝的爱里真正得到了休息，所以我的恶是轻省的啊。你们要向我学习，我们在这里学了很多啊。不论我们前面有怎样的逆境，怎样的痛苦，但是大家不要放弃这个真理的。真理的，紧握真理的手啊，让我们勇往直前。那么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一将信将疑，但现在他却完全变了个新人，是吧？下一个，坐在最前排，热心。听讲也热心提问的我们金太太，其实我真的不愿意点你们的名字，是吧？你们自发的出来。大家好，我呢2005年12月23号呢被诊断为乳腺癌，
在此之前呢，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呢，啊，花了69万从头到脚做了精密的检查。当时6月份呢，医院说，做最精密的检查以后说身体上没有发现异常，但是8、9月份开始有疙瘩，这个癌症啊，说10年、20年的潜伏期。那么上个月做过这样的精密检查，那么根本都想不到癌症会我身上发生哈，然后让我的老公帮我摸，让我的这个单位的人也摸，他们说哎呀赶紧去医院检查，可是我前两个月才做个精密检查啊，也不疼啊，不能是癌。所以我的父亲12月份呢突然去世啊。我正在讲课的时候来电话，我的弟弟妹妹们在讲课的时候他们给我来电话。那么所以我得讲完课回去，所以就是总是这样来电话，是父亲已经病危垂危了，你赶紧。所以我坐车到光州呢得几个小时。当时星期六呢路上堵车也让我快点下来。所以我停了一节课，然后赶到光州。一个月以后呢我已经预约好了医院。如果这个时候医院也去不了了是吧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有一种不祥之感啊，我觉得好说不定是癌症。那么父亲已经在这个重患者室里呢已经奄奄一息。凌晨呢父亲就突然回光返照，然后说还好。第二天呢父亲还能生存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回到了汉城我得去汉城原来给了我一个时间，然后星期二去医院。那么一做检查，大夫说好像是癌，拍了片子以后呢说叫你的家人来，叫我的家人来。所以我就到我的老公单位打电话说来到这是癌症。说我几个月前我还做个精密检查为什么这个癌怎么突然会这么变这么大，怎么最短也得7年的潜伏期。医生说又这样突然增大的癌肿瘤是吧。所以呢当时我真是黯然失色真的是黯然，是如雷轰顶。所以我一辈子也没流过什么眼泪也就是一直这样忙于生活到处奔波。那么一个星期以后做手术，那么我也没法跟孩子们讲，我跟我的老公两个人就暗自思愁的这件事那么做手术的那天跟两个女儿讲了以后做了手术摘除乳房以后也不知有多爽我的癌细胞都没了原来从那个时候才开始什么化疗药物疗这种抗癌治疗折腾了我真是生不如死。是医生说最近有新研制出来的这个药物用非常大剂量的毒性大的药物治疗。当时我的白血球呢降到了零，然后就得进入无菌室里。当我坐车的时候，外边呢春天人们花枝招展的照耀这个阳光是朝气蓬勃的走动这些鲜花盛开映山红满地我在出租车里我就看着这些生命我就不断的流泪。我这时候才感觉生命是这样美好，这时候才感觉阳光是这样的灿烂。
然后扎了这个白血球增生的药以后呢，然后呢，然后去这个汉江边的这个公园，然后照耀阳光，啊，说上帝啊，感谢你。这个时候我真的感受上帝的存在。然后在延世大学医院，啊，做放射性治疗，然后做运动。延世里面有一个山叫鞍山，然后在那里照阳光。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阳光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些每一片绿叶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以前我都是，没有关注过他们，我现在才感觉啊，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活啊，太好了，啊，一年呢，接受化疗呢，我就一边一直在享受这生命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去啊山上，啊，然后去山里去沐浴这一切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去享受一缕阳光，头一次感受到了四季是这样的美好，啊，上帝是如何创造自然，让自然变得这样的美妙啊？这样的神奇，当时我是搞美术的，搞美术的，所以呢，也参加过这个美术家的活动，所以这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哪一个伟大的画家，也画不出上帝所创造的这种绚烂的色彩和世界，当我们只是把这美丽的一部分表现在我们的画布上，但是真正伟大的是我们的自然，是吧？上帝创造这个自然啊，就是康复，让我们所有的病人康复的一个疗养院啊。有，但是我在山西医院呢遇到了一个三育大学，我女儿毕业于三育大学理疗系，然后根据那个医生呢，那个医生就来到我这里来说，劝我到这个这里来，但是我一年呢却忘记了这件事，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是我丈夫呢就说劝我说一块儿来，那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在这里真是感悟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感悟到的东西。我在这里感觉的是圣经啊，得好好学习圣经，得好好了解上帝，要靠近上帝。感谢大家。啊，不是忘却了一年，而是上帝等待了你一年，啊，给了你一个契机。好，好，大家好。5月20号我来这儿的时候呢，参加这个课程，我没想到我能坚持的，没想到我能坚持到最后。我申请来这里呢，不是我自己身上，是我女儿。在我一年的这个抗癌治疗以后，真的需要身心的休息。我这样随便讲的一句话，我女儿呢就替我申请这里。2点在32号站可以乘坐来五台山的公共汽车，所以呢我就这样随波逐流来到这里，想着是呼吸一下江原道的新鲜空气，身心得到一下休息，然后回去。这是我刚起出来的目的。但是我听完第一课以后呢，有一种，我就好像被吸进了黑洞里一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打那以后呢，这
不，这九天的日程啊，真是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兴奋，说不出来的这种喜悦和惊喜啊，充满了这段时光啊。李博士不让我们这样表现，但李向杰博士呢啊，真的抱歉，在我的脑子里呢啊，你用真理让我充满啊，让我的身体的各个重要的部分啊，让我受到生命的刺激啊，好像我的里边沉睡的生命现在才苏醒啊！这九天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就像我们最先做见证的朴女士一样，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啊，想认识上帝，想接受上帝，然后到处去寻求。但是那个时候呢，好像上帝越来越远离我，啊，好像他不存在，啊，好像。在这很遥远的边际，啊，就像夸父逐日一样，啊，怎么也是摸不到边际，所以我就放弃了认识上帝的念头，然后，所以说，信佛信上帝都是，命里注定的，所以我就忘却了这件事情，这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5月20号来到这里，直到今天，啊，我才明白了上帝一直与我同在。过去我根本无法看到的图案呢，就像拼板一样，在我脑子里拼成了一幅美妙的图案，啊，我有了这样的感受。等我今天回去以后呢？我要用我的心灵，用我的头脑，完全清空我内心的一切所有的思想，然后对上帝的声音能够做一个空谷回应啊，牢记李博士还有李女士给我做的这些好的忠告与见证，然后我要牢牢把持这个生命的力量，牢牢把持上帝的真道，敞开心门与他交通，真的活出生命新生活的式样，在这种无限的和谐与充盈当中在这个美妙的世界当中更加去体会它，感受它。我们感谢大家尽管我让我斗胆讲一句我从汉城来到江源道呢我为什么穿裙子来到这儿呢我来到这儿的之前每天做了直肠手术以后呢因为晚期直肠癌，所以呢，一天要去20多次医院，所以我的肛门呢，非常薄弱。手术后两三个月之内，一天小便40-50次，所以说离不开马桶，这是对我来说是从身体上最大的痛苦。慢慢好了以后，说到了20次左右呢，那么。我怕这个，那么因为我要带这个尿不湿，所以我就穿了这个裙子，为了不让人家看出来。但是讲完了课以后这个次数明显的减少了，所以呢，所有的程序呢。参加这个程序呢，听课呢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到这个前山问李博士，没有直肠干细胞会再生，李博士说慢慢会的，
对我来说，这真是生命的福音，生命的福音。啊，非常感谢，满心的感谢。感谢李博士，不光是我，我的孩子们，我的家人们，啊，我的后代，希望我们的家人所有的人都能来听您的讲课。希望您长寿，希望您把这真名正义的光向更多的人，传播出来。非常感谢。好像很腼腆，但是该说的话都讲出来了，是吧？啊，上帝，其实上帝就像，好像是远离我们，但是其实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啊，希望与上帝息息相处。没有时间了啊，没有时间了。啊，和我回避我的目光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人吗？大家太谦让了，是吧？啊，比如说对方可能更有话比我讲，脸怎么红了？啊，出了讲两句。大家好，我是郑罗山，81期呢，我参加过讲义，我已经上次做过见证，但是大家，我就讲两句。2004年，我做了大肠癌手术，做了化疗手术以后呢，我以为是第一次盲肠，误诊以后，手术以后呢，这个。做了4次抗癌治疗以后呢，就放弃以后回到老家养病。2个月以后呢，开始做这个，接着做这个。所以不管刮风下雨呢，坚持运动，通过食疗，进行恢复。因为当时我没有信仰，不去教会，不相信上帝。但是我一个小学的同学呢，一个姓李的同学呢，他的同事。介绍我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是吧？当时呢，我就心里就不相信了。我现在身体已经遭到这个现在，然后我去那些没用的地方，所以我很讨厌那个朋友。努力运动，然后通过饮食呢，通过饮食的调节呢，身体恢复了许多。当时在我们。家附近的教会呢，然后我有这种讲座，我就在我家附近的教会听这个讲座。那个朋友安排我坐在最前排，然后唱这个《抛弃法鸟》，然后让我去出去唱歌，然后这个朋友呢，2006年呢，春节的时候，因交通事故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去年12月份呢，检查以后。大肠癌再发，说再等到3月份，然后是否决定手术还是不手术，决定是否手术还是不手术。但是我呢，真的预约完了以后，我也不想去，不想去医院，打心眼里不想去医院。过了春节，突然想起了那位朋友的忠告，所以我申请这里来参加了讲座。当时正好是在金刚山做讲座，到金刚山做。17点以后呢，那么开始呢，我也是碍于面子来不到前，所以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我就没有什么抹不开了，什么事都积极的在前面做，不管是唱歌跳舞啊，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已经好起来了，应该这时候才感觉到。星期点生命运动是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安息日我祷告的时候呢，心里有一种被充满的喜悦，是我就有个念头，就是今后我也要去教会啊，我也要去教会。那么我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承诺，兑现这个承诺，因为我的夫人啊，还有我的家人啊，都是信佛的，
但是我身体有病，为我们做百日的祷告，啊，丈母娘做108拜，啊，所以我的心呢于心不忍，所以没能去教会。81期呢有这个同期的同窗的聚会，那么圆州的教会呢我偷着去了几次，那么家里知道，啊，怕家里也不和，所以说我对，我有这种宗教的这种，内心的苦闷，你要用爱感化他们，你要用真心的爱去感化他们，只有在爱里我们才能其一，是吧？所以我真的在这里，一想起我那个朋友，我没能对我这个因事故早逝的朋友说一句谢谢，我感到很遗憾，在这里我向他表示感谢。对朋友的这份爱啊，以前没有感受到，但现在却能感受到。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和这个朋友相遇。您和您的太太再来一次参加这个讲座的，我想，我想先你们夫妻会在处理，成为一体的。我们最后再邀请一位。在最后一位呢还是结束呢？没有吗？怎么都抹不开呢？都抹不开呢？大家好，我从富硕来，我星期六来的是，因为平时我没有时间，腾不出时间，所以非常想来这里，但是没时间来。所以虽然我晚33年前呢，受洗，开始信上帝，在福音教会，但是我的家人非常反对。所以真的来到这里以后呢，真的内心的感动不知有多少啊。我和大家一样，尽管不是这样的身患重病的人，但是我的身心呢遭到了很大的创伤。但是来到这里呢，我获得了重新的生命的能量。我在这里想要讲的一句话呢，就是有富川仁川来的人，我来这里的动机呢，就是因为家里啊受很多的这个精神压力，虽然我是个公务员，但是为了那些做社会福利工作，在家里啊还有做的工作啊，那么为了让我这个女儿能够信上帝呢，撒旦就阻挠我，所以到教会呢我也没有得到平安。那么到底让我的心灵和灵魂怎样得到修复呢？这样对我的家人，对那些我所服务的市民们才会成为一种感化啊。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呢，我觉得突然的这样没劲没力气啊，这对我们的朋友们呢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是尽管是2-3天的短暂的时间，我所感受的就是这样没有气力，没有能量，缺少圣灵的感动。但是从仁川从富川来的人，我们一块儿在一起祷告，互相勉励他们我身上也有很多肿瘤，虽然是阳性，也做了很多手术，但是我比他们认识了上帝。我希望和这些病友们一块儿能够一同认识上帝，并且通过上帝的大能得到医治。短暂的时间，但是感受很大。那么为了传递这个生命的信息呢，已经做好了准备。时间到了，我们用掌声结束
我们的见证时间。好了，那么，那么为大家再唱一首为大家鼓气的歌曲。那么，疾病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么，上帝通过这个疾病要彰显上帝的怎样的大能？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呢，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세상 일에 실패했어도 너는 절망하지 말라. 내가 너를 도우리라. 다시 일어서게 하리라. 질병으로 고통당해도 하물며 너희를 그냥 둘까 보냐. 나는 너와 함께하는 너의 하나님 되미니 의로운 오른손으로 붙들리라. 내가 너를 굳세게 하리라. 너를 크게 사용하리라. 인하여 나를 증거하도록 내가 너를 도우리라. 세상 친구 너를 버려도 말라. 내가 너를 도우리라. 다시 일어서게 하리라. 참지 못할 아픔 있어도 기도하며 담대하라. 내가 너 눈물 흘리며 믿음으로 간구하는 너희의 기도를 내가 외면하냐. 나는 너와 함께하는 너의 하나님 되미니 의로운 오른손으로 붙들리라. 내가 너를 굳세게 하리라. 너를 크게 사용하리라. 너로 인하여 나를 증거하도록 내가 너를 도우리라. 내가 너를 굳세게
下面我们有请李博士给我们做最后的讲课。大家觉得他歌唱的怎么样？很好是吧？啊，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每天穿裙子啊。女人很难讲的这些内容都能讲出来，好像获得了解放啊，获得了解放。真理啊，会让我们自由，真理会让我们自由，自由，让我们自由。是吧？这个体会自由是我们的目标，人生的目的，是吧？我们得病，那么重新医治也是一个自由，从疾病当中获得自由。从更大的角度去理解自由的话，啊，你们享受更大的自由，像鲲鹏展翅的自由，疾病好了。确实让我得病的那些束缚呢，还笼罩着我们，那么结果还是要复发，还是要得病，所以呢，我们要不但要从疾病本身获得自由，还要那些让我得病的那个势力，从那个势力当中，自私的、抹不开的，啊，那种力量当中、势力当中获得自由。结果呢，就是什么，让我从自我获得自由，是吧？从死亡的念头笼罩下的自我，向生命的意念的自我啊，解放，获得解放。当生命的念头啊，意念在我们的心头的时候，这个生命会让我们自由。生命的气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是吧？只有真善美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上帝的爱。比如说一个人不管是尼古丁中毒还是酒精中毒，再怎么想戒烟也戒不掉啊，无法从这个想戒烟他无法戒的自我当中解脱不开，是吧？所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啊，这样喝酒。所以啊，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从什么自由呢？从死亡的自我啊，死亡的自我、死亡的念头当中获得自由。那么我呢？孔子的、老子的，还有这个佛教的所讲的这个真理呢？我真心的尊敬他们，他是我们的老师，伟大的老师。但是呢，其中啊，但是我最最相信圣经是有其理由的，圣经啊是一个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确、细致。就是说，死亡的念头会抢占我们的心头，是吧？我们的念头呢，也不是我们的念头，是念头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心头。就像电波进入电视里面会呈现出各种画面一样，我们的念想，我们是做生命的念想还是死亡的念想，都是和电视机的这种原理是一样的。我们余先生啊，写了很多美丽的诗，这个美丽的诗呢也不是你自己编出来的，而是谁让你能够写出这样美好的诗，就是真善美的意念，是吧？啊，那么为什么又啊不好意思了？因为啊，真正的从这个面子解放出来的话，啊，真的应该
应该大声的什么欢呼是吧？还没有完全摆脱自我是吧？我们已经完全被这个面子，笼罩着、束缚着是吧？实在没想到我们李女士也这样是吧？这就是我们女性的局限性。我以为李女士超女性的啊。好了，那么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具体而且准确呢？这样的道啊，不论是我们做生命的念想还是死亡的念想，是从外部而来的，是吧？是从外部而来的。这样的结论呢，是看圣，看我们的基因的话，已经是千真万确，是吧？千真万确。基因是 DNA 这种核酸的物质，但是它却传递着信息，它在运动。所有运动的物质呢，都是有能量的，都是获得了能量，这是牛顿的法则，物理法则。所以说，那些物质的东西却能物质的东西却能做反应，对信息做反应，说明它有一个使它做反应的力量，是吧？啊，那么基因它自己能够运动，这样想的话，从事实的角度认识这些事物的话，那么你们就是睁眼瞎了，你们要有一双慧眼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存在，要睁眼看什么？看生命的气息。睁开眼你就看到，乌龟、小海龟，回归生命道路的力量是吧？使它回归生命的道路的力量。当我们睁开慧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真理。你们看，约翰福音五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加略犹大想要出卖耶稣，从我们先祭典生命来讲的，这是不对的。加略犹大呢，做了什么？有这种死亡的念头，出卖耶稣的这种死亡的念头，是吧？那么这个死亡的念头来自哪儿呢？你们看圣经，吃晚饭的时候，第二节，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把这个死亡的念头呢，已经怎么样放在犹大的心里，是吧？那么你们在新经典生命当中获胜的致命的至高的武器啊，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让魔鬼呢把这个死亡的念头放到你们的心里，不要让他抢占你们的心头，懂吗？不能有一刻的松懈，这就是胜利，是吧？明白这一点。撒旦呢，总是给我们什么强制的，不顾我们的意念，然后非常无理的抢占我们的心头。这就是死亡的念头，是暴君。所以这个魔鬼，如果我们不把持心怀意念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沦为撒旦死亡念头的奴隶，是吧？被他所奴役。那么我们就要掐断这个死念头，那么我们就要接受什么？真理的念头、爱的念头、美的念头、上帝的念头。只有这些才会什么？才会保护我们不受死亡念头的抢占、侵蚀，是吧？这才是保护我们生命的唯一的道路。你们真正的明白到当你们真正领受了真善美的时候，你们才会真正的自由，是吧？从心而欲，而不逾矩。现代医学啊，真是发展的相当了不起，是吧？
你们在网上看那些发表的论文呢、啊？过去我在读书的时候，论文还是不多，但是每天这个论文的发表的论文像洪水一般，真是啊，科学的发展呢，真是令人啊目不暇接。那么最近呢，人们手里钱多了，是统计数字也很多。那么搞统计需要钱是吧？需要让很多人参与是吧？那么回答一个问卷，还得给他点这个回报是吧？所以需要很多钱。这最近这个让人惊讶的一个统计是这样的统计。让我们一生大吃一惊的统计结果和我们的现在的念头完全不一样的啊统计结果，那就是什么呢？乳房，那个非常治乳房癌非常权威的一个专家呢，他在是世界非常非常著名的权威的乳房癌手术专家。他发表了一个让全世界人惊讶的论文，他是印度孟买的一位医生。我们医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乳房有100例乳房癌，患者，那么治疗以后呢，有的人结果非常好，有的人的结果呢，不很好，啊。那么整个统计，所以医生们呢，不光是医生啊，大家在座的大家也一样，我们的这个脑子思路啊，被这个成见所控的，所以说大家就认为那些手术结果好的人会活的时间长是吧？这是治疗效果好的人当然会生存的时间会长，所以治疗结果好的话就是好的，大家一直这样认为是吧？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从长期的统计看哈，治疗好的人和治疗结果不好的人，和治疗结果无关的，他们的寿命呢都差不多。这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发现，就是让癌症界啊，治疗癌症的医学界啊动摇的这个统计结果。那么没什么大，好像大不了的癌症呢，但是长得非常快是吧？突然一夜之间好像结果再好是不是，我现在治疗结果很好，但也安心不下是吧？在某种情形下它会突然扩散。那么治疗结果不好呢，说治疗结果不是太好，不太理想，但是却慢慢好起来，是个因人而异。所以医生所说的，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所说的那个治疗结果好与不好呢，和对决定不了什么患者将来的寿命是吧，已经统计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大家想，T 淋巴呀，它有一道攻击身体内的产生的癌细胞的程序是吧？基因的程序啊，在通过碱基排列以后呢，那么用信息已经镌刻在这个细胞里了 ，T 淋巴里边，这个你们已经学过了是吧？那么最近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医生过去根本都无法理解的一种现象呢，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文献上是讲的那样。那么医生说我只能活三个月，他只能活三个月，但是可以称为一年三个月，也可以称为6年三个月是吧？
那么有的人呢，身上有癌细胞以后，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啊，五年内死亡的概率呢，啊，只有50%，只有50%。那么现在这个状态的癌呢，平均寿命呢，这种状态呢，可以3年是一点问题没有的，3年是肯定没问题。即便你不治疗啊，活3年也是没问题。这样的患者呢，啊，那么当他被宣告这个，患癌症以后呢，不到3个月就死掉。听说他是癌症，然后啊死了。啊，如果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癌症的话，可能他能活3年活好好的。但是呢，一旦被诊断为癌症以后，不到3个月就死掉了。那么不知道的话也许能挺3年是吧，这个癌症的程度也就这种状态。但是一旦他被医院诊断为癌症以后呢，死的就更快啊，不到1个月不到3个月就死了。这到底是什么现象呢？这种状况是什么状态呢？就 T 淋巴呢完全已经无法发挥其功能的状态，完全麻痹的状态。不光是 T 淋巴出现了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甚至还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啊，就是癌细胞啊，大家知道吧？还记得这张图片吗？大家搞新起点生命运动的话，那么癌细胞呢在身体里面怎么样啊，我没有希望了啊，经济危机啊，我现在在他身体里面没有立脚之处了啊。然后当他下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就分泌出一种什么物质？ B7 的物质是吧，啊， B7 的物质。然后 T 淋巴呢就会产生一种告诉他，求你杀死我吧啊，他主动的坦白自首，然后要求 T 淋巴来拯救自己啊。那么死得非常快的人呢，这个人是什么情形呢？非常惊奇的是，不是 B7 而是什么会产生一种什么呢？产生 BH7， 产生这样的物质啊，科学家们发现了啊，那些被宣告身患癌症以后死亡快的人的癌细胞里呢，生产一种 BH7 这种物质。那么把这个 BH7 传递给 T 淋巴呢 ，T 淋巴就会怎么样？死掉啊 ，T 淋巴会死掉。T 淋巴就战胜了啊，癌细胞就战胜了 T 淋巴，啊，免疫功能完全丧失。那么癌症癌细胞扩散的非常快，那么死亡的也快。那么你们想，生产 B7 呢，还是生产 BH7 呢？啊，生产 B7， 然后说啊，求你杀死我吧！啊，求你杀死我，或者是什么，还可以生产什么 ？B 生产一种这种物质叫 BH7。BH7 的物质。然后它是什么？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的物质呢？就是我要杀死 T 淋巴的信息啊，把这帮家伙们都给他一扫而光的过来啊，我要杀死你，这种攻击性的
攻击性的物质，所以你们身我们身体里边呢，啊，物极必反是吧？就会出现这种啊两种可能性，啊，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是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我们的选择是何等的重要是吧？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啊，做生命的念头的话就会产生闭气，做死亡的念想就会产生闭气，结果意味着什么？结果意味着什么啊？基因是对信息做反应的，那么结果呢？归根结底就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归根结底意味着什么？选择，选择就是选择，啊，选择。你们选择生命的道路还是死亡道？那么不到一个月就死掉的人呢？就是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死亡的念头，一下子绝望了，是吧？一下子就被这个癌症的消息被打垮了，是吧？自己把自己打垮了。啊，我死了，嗯，我死了，啊，我看你能过得有多好，复仇心理，仇恨在心是吧？啊，你让我遭罪啊，我现在得了癌症，我死了啊，你也没得好啊。你也别想好好过，啊！死了以后我也要成个冤鬼，冤鬼来缠着你，这样的人是吧？这样的人屡见不鲜。所以其实我成了个鬼儿，我也要怎么样折腾你，一辈子折磨你，一辈子折磨你，啊！我早点死，然后成鬼，然后。啊，你们这种复仇的心理根深蒂固，这种恶念充满内心，找不出一点的生机，找不出一点的善念，在这个世界的恶当中，你们还是沉迷不罢，是吧？所以啊，我们呢，要爱你们的敌人，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句话啊，你们接受这句话，领悟它，就是做生命的念想。当你们做这种生命的念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生命的气息啊。但是呢，这个加略犹大啊，他要出卖耶稣的这个死亡的念头呢，他能不能摆脱？他摆脱不了。为什么？但是呢？加略犹大呢？撒旦把这个念头给了他，但是加略犹大却不想接受这个念头。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的心里已经有一种仇恨了，心里有把复仇的刀，磨刀霍霍。那么你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或者是我死你也死，同归于尽。你没有从这种念头当中解放出来。这个世界呢，总是用这种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的这种黑暗的势力啊，笼罩着我们啊。我们心中都是这种冤冤相报的念头，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等着瞧啊，等着瞧啊，等着瞧。从这个等着瞧，你们要获得自由，是吧？怎么才能自由呢？所以为了除了生命的气息占领你们的、充满你们的心头以前，你们就无法驱散这个死亡的念头，是吧？因为是的，死亡的念头是强制的，所以你们需要祷告，懂吗？祷告。你们不做祷告的话，你们从理论上再什么完美，但是你们还是在什么啊？还是在被死亡的念头控制。你们要念之在之，为善是图，每一个念想，每一瞬间都是善的念想。当你们深研圣经的时候，你们才会明白我自身是多么的软弱啊！
每个念头都是在左右摇摆，啊，被恶的念头所驱使。我懂圣经，所以呢，我比别人强，啊，这种念头本身是危险的。所以，啊，只有那些从死亡的念头真正获得自由的人，才会得到什么救赎啊，得到救赎，获得真正的生命的自由。多祷告。啊，这样的念头才会使我们重新恢复生命，找到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大家呢，啊，离开这里，要学会祷告，祷告，每天祷告，啊，上帝啊，啊，求你帮助我，啊，为善仕途，嗯，所以说就像那些蝴蝶们，其实这些蝴蝶啊，这个地球上这些生活在这个恶贯满盈的世界里。那么不去恨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是吧？除非你是圣人，是吧？心里有这样的怨气，会有这样的仇恨。但是我真的想要从这种念想当中完全解放出来，看看那种自由，那种解脱感，那是啊，和什么和这只是上帝让你们做到。那么是蝴蝶呢？开始是卵孵出来是什么？是虫开始吃叶，然后作茧自缚。那么这个虫卵呢，它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虫，是吧？那么虫呢，有一天有从哪个某一瞬间它开始怎么啊，开始作茧自缚，然后身上总是吐出一些黏糊的东西，然后这样缠绕，那么最后做出了一个蛹，越来越黑了，是吧？被什么遮住了？这个幼虫的时候啊，当时还是自由的，是吧？那越长怎么样？用我嘴里吐出来的这些语言呢，把自己给束缚住了，作茧自缚的人生。啊，这小子是啊，好，挺怪的啊。啊，也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啊，不要面不要脸。这从我脸上吐出来的这些，从我嘴上吐出来的这种死亡的念头。不好的言行呢，就把自己给束缚了，完全束缚了，嗯，被笼罩在黑暗当中，束缚有在里边呢，这就是我啊，这就是我，没有自由，这就是我，啊，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啊，这就是我的世界，嗯。我是这样正义的人，我是这样谦虚的人啊，嗯，连自己被束缚都不懂，砍井之蛙是吧？但是呢，身体开始发痒，现在什么长出来？翅膀长出来了是吧？他也不懂这是什么。不懂这是什么，嘴里吐出新的东西来，嘴里吐出新的东西来，那么不是作茧自缚的物质，而是什么？是为解脱束缚而打破束缚的物质，然后这样，然后把这个物质抹到这个茧上，这个茧就开始透进一血亮光来，然后越抹呢，这个洞就越来越大。啊，阳光，强烈的阳光照射了进来。啊，这是什么？一股能量，生命的能量，是吧？啊，和这个阳光和真理的光和生命的光，过去我是完全被阻隔，是吧？啊，所以没有自由，被束缚。当我们啊看到这些光亮以后呢，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透过这个亮光往外看，但是发现外面的世界呢，真是奇妙无比，非常辽阔。大家现在正准备离开五台山，终于什么，看到了些许亮光，是吧？从这个人生的啊茧当中，
但是他还不懂得这个翅膀对他来说是多么的自由，他不懂得翅膀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作茧自缚的虫儿终于钻出来破壳而出。创造主已经什么全都什么呀，已经都给你计划好了啊，那么让这个茧被捅破的这个基因这个机制、啊、生命的机制上帝已经都安排好了，然后透过这个小孔啊，尝到了生命的真光真亮，然后这样、啊、涌动，不断的涌动挣扎，不断的挣扎，是吧，好累呀，好累。你们过去这个九天的时间内啊，你们看到了这个亮光，你们知道自己被束缚，然后在这个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更大的亮光照在你们心里。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这些观念啊啊都被打破了，是吧，终于出来了啊！终于解脱了，然后振翅而飞，振翅而飞，像鲲鹏展翅一样，啊啊，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突然想振翅而飞，是吧？啊，飞翔起来了，所以呢，飞说，啊，这是翅膀哈，啊，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自由？嗯，我们呢？我们是有一双飞翔生命的广阔世界的翅膀的存在。我们有一双这样的翅膀，是吧？所以这样飞翔、飞翔、再飞翔，看见蓝空、白云、明媚的阳光啊，郁郁苍苍的森林，还看到什么？啊，看到鲜花，啊，第一次看到鲜花，但是被这个美呢所吸引，所以大自然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教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教训，是吧？哇，映山红好美，啊，攒竹花好美，啊，香气无比啊，哇，真是美妙至极，嗯，这样的。这嘴里会出来一个什么？出来一个像吸管一样的东西，然后啊，进到花蕊里面，然后开始，谁也没有教过他，他开始这样，这吸吮，啊，甜美的花粉，啊，花汁，吸入到体内，啊，过去在这个作茧自缚的时候。啊，这个茧里面自以为是的我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么，吃完了花粉以后，又到别的花，啊，那么这个花怎么说？说，哎呀，蝴蝶，好感谢你。啊，我得谢你啊，你怎么谢我呢？我原来啊。啊，在这个吃蜜的同时呢，啊，是为这个花呢传递了生命的信息。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原先上帝创造的生命的啊世界，是吧？啊，不经心当中，我们已经为彼此传递了生命的信息。啊，这才是我们的人生，这才是即便我们。刚才我们于先生问我什么是死，是吧？死就是什么呢？啊，让我们从这个世界这个大的剪影当中摆脱出来，解脱出来，从我自我当中完全摆脱出来。这样的上帝呢，让我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我，啊，在我这个原来的我里面重新赋予生命的气息。成为新的我们于先生，是吧？再不会有痛苦，再不会有疾病，再不会有衰老，啊，再不会有眼泪痛苦，啊，
生生不息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永远在我们里边涌动啊啊！原来的我们李先生，但是因为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遗传基因不断的不断的发生这种变质，那么已经变成了这个模样。即便是这样的模样，但是啊，他还以为自己了不起是吧？嗯，哇，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了我自己是何等的存在，身陷何境，而且明白了什么？有一个更辽阔的生命的世界在等待着我啊！这就叫出世入生。所以上帝用蝴蝶，用更多的自然界的这些景象呢，来启迪我们，告诉我们生命的信息，告诉我们它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伊甸园里拒绝了生命的气息，追求知识的结果，我们慢慢慢慢就作茧自缚，成了一个作茧自缚的人，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赎了这个罪，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茧蛹以外的世界有多么的美好啊！大家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现在迈出了第一步，看到了生命的亮光，啊，那么你们选择做茧还是做蝴蝶，是吧？那么科学家们说啊，蝴蝶在这样啊做茧的过程当中，所以是科学家觉得很可怜，所以帮助他用剪子把这个茧呢给绞开了茧蛹，所以这个蝴蝶呢出来以后了，出来的很容易，但是不多久以后，他就没有力气振翅，啊，没有力气振翅。这两次翅呢啊没有劲，然后就死掉了。原来这种痛苦的挣扎本身，这个过程就是赋予生命力量的过程，是吧？在这挣扎的过程，所以说毛细血管微循环畅通了啊，肌肉也发达了，是吧？啊，所以说生命是在痛苦当中酝酿啊啊。即便你们周围、你们自身还有这样那样的逆境和阻挠，但是你们想想，这个蝴蝶，啊，为了美丽而挣扎，为了真理而挣扎，绝对不要失望，不要气馁，要给自己打气，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啊，勇往直前，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啊，要坚持不懈，直到我们到达那个永远自由的世界那一天，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在这里相遇呢，绝对不是偶然。这种缘分呢，真是十分的美好。现在呢，我们所有的志愿服务人员和我们的职员呢，为你们新的人生呢，打气加油啊，唱一首《缘分》这首歌。我们的缘分，我们的相遇，绝不是偶然。我们的相遇，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啊！我们无法忘却我们的相约，我们彼此约定永远的缘分。我们不再后悔，我们不再叹息，不再像傻瓜一样流泪。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永远的爱你们。这首歌的歌名叫《缘分》。由李博士亲自指挥。啊啊，이합창단에는我们这个合唱啊，네，지휘자가있어야지，그렇죠？需要指挥是吧？啊，그래서유명한지휘자啊，아瑟啊，阿瑟·惠德勒呢，正在路上。阿瑟。费德勒，啊，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家，他退休以后啊，我邀请他来，
今天早上本来呢到达这个机场，但是由于班机误点，所以呢没办法，我临时操刀指挥啊。他的名字是阿舍费德勒，我的是我的名字叫胡乱胡乱指挥啊，这是缘分的时候大家都耳知道是吧，拍的有点慢，但是我们把它改成了进行曲啊，为的是给大家迈出的第一步，新起点的第一步呢，鼓起加油，我们的缘分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上天已经为我们注定的。OK， 上帝已经为我们注定了和他相遇，让我们走他生命的道路。啊，大家不要再左盼右顾，啊，不要留恋过去，要勇往直前，也不要后悔，啊，要勇往直前。只有向着上帝，啊，在上帝的怀抱里，让那些认识必然，啊，让我们能够自然获得真正的自由，啊，那么在上帝里头呢，真正得到生命、身心的完全恢复，啊，那么我们会这个跨越时空，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心念为大家鼓起祝福。Oh.
예. 행진곡 충분했죠? 힘이 되십니까? 자, 이 시간에는 저희 뉴스테트에서요, 그리고 고문단에서 아름다운 꽃과 여러분의 생애에 빛이 될 만한 작은 선물을 드리겠습니다. 이 선물의 첫 장을 딱 열게 되면은 여러분들 동기의 사랑스러운 얼굴이 담겨 있는 단체 사진이 하나씩 다 들어있습니다. 자, 우리 봉사자분들, 자, 한 분씩 다 나눠주시고요. 자, 선물 받으시는 동안 만남 노래 다 같이 부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둘, 셋. 우리 만남은 우연이 아니야. 그것은 우리의 바람이어서 있기에 너무한 우리 만남이었기에 바랄 수 없지만 영원을 태우리 돌아보지 마 빠지신 분 혹시 다 받으셨습니까? 예, 저쪽 뒤에 아직 안 갖다 주셨네요. 자, 선물이니까 그냥 보관하셔야겠죠, 잘? 예, 집에 가셔서 그리고 시간 있을 때마다 펴서 보셔야겠죠? 예, 귀한 선물이 됐으면 감사하겠습니다. 자, 이 시간에 이제 박사님께서 마지막 축복의 기도. 아, 지금 전화 통화 중이십니까? 자, 우리 이제 나가서 생활하는 새로운 출발, 아무런 장애가, 어떤 장애가 있어도 잘 이길 수 있도록 박사님께서 축복의 기도해 주시겠습니다. 자, 기도하겠습니다. 사랑의 절대 아버지, 참으로 우리가 진정 코어 우리 자신으로부터 이 고통을 解脱出来. 이 과정 虽然 충만了 고난, 痛苦, 充满了黑暗, 就像作茧自缚的蛹一样. 但是终于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亮光, 终于明白了生命的道路.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愿走新起点生命运动的道路. 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彻底的要改变, 要摆脱那作茧自缚的黑暗生活，我们也像蝴蝶一样振翅飞翔在你的世界里，让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你不断的给我们打气加油，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在我们痛苦当中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现在要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与你一同振翅飞翔。撒旦不断的在阻挠我们，不断的要用死亡的意念占领我们、支配我们。但是我们愿意用祷告与您同在，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就像为小海龟预备了他们生命的道路一样，让我们发现你为我们已经铺设好的生命的道路，并且能够与你一同同行到底。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생기를 불어넣어서 사랑을 서로 하게 됐습니다. 근데 이 사랑이 조금 며칠 지나고 이제 좀 지나면은 그게 이렇게 기억이 희미해지고 그렇습니다. 그래서 그 83기 동기 모임을 그 가능한 한 빨리 이렇게 하려고 해서 6월 7일 날 그 6자는 무슨 자냐면은 사단의 숫자로 옵니다. 근데 7자는 그 완전 숫자. 하느님의 숫자가 바로 7자입니다. 즉 6에다가 뭘 집어넣으면요? 하느님의 생기, 사랑을 집어넣으면 7이 됩니다. 그래서 여러분 기억하기 좋죠?
6월 7, 6에서 7로 가는 날. 여기 이렇게 해서 과연 나가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물론 오시기 어려우시죠, 그죠? 또 지방에 계시고 어려우십니다. 또 힘드신 분은 이 모임에 우리 부디 많이 참석하셔서 우리 이 감동스러운 걸 기억하면서 서로 또 사랑하고 원기를 집어넣고, 원기가 생깁니다. 자꾸 내가 저 세속에 물들어서 원기를 생기를 서로 불어넣는 이런 모임이 되도록 여러분 부탁드리고, 여기 참석하신 그 이제 직원이나 그 봉사자 여러분들도 명단이 없어요. 그래서 제가 다시 한번 같이 참석하셔서 6월 7일 광나루 교회에서 다시 만납시다! 자, 이제 모든 게 끝났습니다. 마지막 인사 나누는 시간인데요. 자, 문 밖에서 이제 박사님, 사모님, 직원들, 봉사자들이 일렬로 쭉 서 있을 겁니다. 마지막으로 뜨겁게 포옹하시면서 그분들의 사랑과 길을 담뿍 담아가시고 너무 서두르지 않으셔도 되겠죠? 천천히 나가시고 직원분들, 저 봉사자분들 2m씩 떨어져서 서세요. 자, 여러분 다음번에 만날 땐 더욱더 활기차고 행복하고 아름다운 얼굴로 만나뵙길 바라면서 안녕히들 돌아가십시오.